英特尔看好资料中心以及伺服器的销售动能，明年第一季将推出高阶平台抢市场。法人就指出，与英特尔长期合作的伙伴呢，信华将优先受惠，砍入式的储存设备厂以鼎专利就获得了英特尔的认证，营运也有机会感受到强劲的需求。